你好，大哥，看一下这个机器的使用视频啊。昨天拍照的时候网罩没放上，今天我把网罩放上了。网罩去拿下来以后，里边就看到里边喇叭了。现在看一下怎么使啊。首先是开机，开机打开以后啊，这个键最好别按啊，把它给弹出来。按一下出舱，CD 出舱，有一张 CD 盘，进舱，播放。对，播放的时候按下这个 CD，把模式给转换到，因为是 CD 吧，所以说把模式转换到 CD 这上面。看没，CD 盘正常读秒。效果还挺不错的。这是高低音，看见没？高低音调节，我要飞了，高低音别调那么多，两个格就够了。接受你的抚慰，缠绕心乱的嘴。好，